台北市长柯文哲去年12月25号就职当天，对信义分局长表示，如果台北101前的法轮功学员再被打，就要把他给换掉。七天过去，我们实际走访台北101前，发现爱国同心会成员使用高分贝喇叭宣扬共产党的行径，似乎没有太大改变。高举中共五星旗、高分贝喇叭，爱国同心会成员在台北101大楼散布共产党思想的嚣张行径，跟在一旁静坐练功的法轮功学员形成强烈对比。现在请问，就是我们在帮跟那个陆克讲真相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在一直跟着，就干扰你。暴力是比较没有，但是还是谩骂，还是用那个谎言谩骂，然后煽动陆克，这个违法的行为这部分还是没有改善。同心会还是会接近我们做一些骚扰，那警察这部分执法上面是希望警察能够再积极一点。台北市长柯文哲就职当天表示，如果再有法轮功学员被打，就把信义分局长换掉。七天过去了，爱国同心会暴力攻击看似收敛，但对法轮功表达自由仍不断干扰，看在市民眼里观感实在不佳。暴力行为本来就是不对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言论自由，这是需要受到保障。对于任何的一个暴力都是反对的，不管是用语言还是用拳头的，都是反对的。法轮功学员长期在台湾各景点向往来陆客及民众讲清中共破坏真相。尽管柯文哲承诺会保障言论表达自由，但已经多次被法院判处违反公然侮辱等罪的爱国同心会成员，却依然大喇喇的公开滋扰法轮功学员，闹剧何时落幕？考验新任台北市长的智慧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、姚汉宇，台湾台北采访报道。